好，来，现在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用阿元的手机，好，镜头看到这是手机，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呢看到这个手机拍到什么呢？拍到这是阿元的笔电，这是一大堆接线，这是阿元的荧幕，然后现在是用一分四，一分四的时候呢，也就是它会透过这一个，我现在手机没有录影哦，我手机当作无线 webcam 在用，会投出去的时候会投到那个荧幕上。好，阿元手在这边，变成无限回圈，好，无限回圈，好，来，那个刚才测试哦，阿元备用手机是三星的 A52S， 现在是 A54， 发现大概 A52 感觉距离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不容易弄到，不容易吸收到哈、哦，吸收到那个无线电波啊，就是讯号会变差。那我现在用 A54 的话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。那这什么好处呢？假设说我可以固定或者请学生帮忙，我们在做一些实验操作的时候，就可以像那个 remote webcam， 就是无线的 webcam 的情况。OK， 好，那因为我现在麦克风是接笔电，是接笔电，好，准备走回来哈，所以走回来，那接收器在这边，接收器在这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测试完毕，测试完毕，我很满意。好，